五十一周动带孕期搭联航游欧洲。超人不会飞，但是会坐飞机哦，还会货比三家搭联航呢。香港苹果读者十二日在巴黎机场捕获周董，还有他怀孕约四个月的爱妻昆凌。有意思的是，身家50亿元的周董搭的可是廉价航空，票价哦只要台币2800元。周董八日透露与昆凌到英国玩，之后又从伦敦飞到法国巴黎，十二日再搭联航飞西班牙巴塞隆纳，应该是要在那儿过白色情人节吧，好浪漫哦。手牵手，一步两步三步四步。周董2015年三场婚礼豪值3000万，后宫更有5亿超跑，但当选则选，带着怀带把二胎的娇妻坐经济舱。目击者还透露，昆凌的肚子微微凸起，穿着宽松黑裙，但看起来手脚纤细，裹着黑衣黑裤，戴花口罩，神秘兮兮的周董，名牌衣背后的白色叉叉也太醒目了吧，难怪一下就被认出来。读者还透露，昆凌一下飞机就直奔厕所，但他们很少说话，各划各的手机。娱乐动新闻，飞机坐到呆了吧，报道。